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做职业？因为自由，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，追着太阳跑，和群星做伴。所以，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。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，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。知道这份工作的元素是什么？你想劝退我？我还没有正式服役呢，你就让我退役？ 要论训练刻苦，校姐无人能敌。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。这种考核我避了。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。罗本，对这些女飞是有些顾虑。她要是真来了，那麻烦肯定少不了。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，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，一刻都不容麻痹。 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客气啊。我关注你很久了，知道你很多优点，希望你能稍微有点吃力。你怎么也来放行啊？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？帮兄弟们分担点任务啊。他喜欢你是他的事，我喜欢他是我的事。我们的第一本职是客舱专家，保证航班的飞行安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。 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，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。你来当乘务员，是不是因为顾部长？他只要把你当朋友，他就特别仗义。我保护你，我天生自带必修功能。